在打过那大英雄里面，我是排名第一，第二是我老叔，第三就是你。你们应该知道我的家是没有锁门的啊，左邻右舍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进来避难。我压着家我回来拿资料，逼他写履历表找工作的。哇，这么烂的成绩啊！你最好养我一辈子，十辈子百辈子我都养。我才不要！大狗熊，等我回来娶你啊！打过大之光，大哥大终于回来了。哇，上就原形毕露了，是不是？大英雄，11月29号晚上9点8频道。